你确定是我弄坏的？我怎么觉得是你故意弄坏来设计我的？三月之期就要到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还没想好。你要是想就此离开也可以，但 FUY 出了问题，我答应你的事儿没完成，但是我可以勉强破格再和你续个半年，而且还会给你找到更好的代言工作。我不想续。为什么？我不想我们之间只有契约关系。那不然呢？他什么意思？难道还有奴隶关系？行，谢谢。不行，不能让他得逞。这可是全球限量款。三个月家务，来抵消。你确定是我弄坏的？不，不然呢？我怎么觉得是你故意弄坏来设计我的？要不我喂，默然，我已经知道你的秘密了，明天来见我。好。
那霍烬炎呢？如果我爸知道你一直在骗他，他是不会放过霍烬炎的。送你的新手表不合适吗？原来的戴习惯了。你之前说续约的事不必了，还有什么别的事吗？公司在巴黎给我找了一份新的代言，我今晚就要走了。挺好的，我今晚有一个重要的视频会议，就不送你了。